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站出来？今天是星期二，也不是假日，大家像石油一样冒出来，到阿拉伯去挖石油，全部都冒出来，黑韩产业链。今天晚上的题目叫做韩国已把人民比作石油。基隆传统几十年来就是一群善良勤劳的民众，对政治大家静悄悄去投票，基隆人基本上对政治相对保守。但是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站出来？今天是星期二，也不是假日，大家像石油一样冒出来，到阿拉伯去挖石油，全部都冒出来。今天晚上我跟大家报告黑韩产业链，今天晚上的题目叫做韩国已把人民比作石油。然后又开始黑韩了。